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新疆胖子哥。这会儿呢我们在修车厂，在我身后就是遇见新疆你栏目组的设置车。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下，到我们的发动机来的话要到20来号了，所以说我们启程的时候要在23号以后了。具体的时间呢我们到时候再给大家细说啊。这会儿放在你们面前的这个呢就是发动机的机舱，发动机呢还在来的路上啊，这个我也是没招啊，但是呢好事要多磨。刚才呢我们从这个修车厂也出来了，大家也看到了这个车呢势力比较大啊，要换一个发动机。在这换发动机途中呢要从北京那边厂家要发过来，所以说路途呢耽误了一些时间啊，时间会用的比较长。又了解了一下呢，到23号以后吧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啊。在此期间呢我们依然会拍出更多优质的视频来呈现给大家。大家等了这么长时间呢，我在这里向大家致歉一下，希望大家能继续关注遇见新疆你，继续支持新疆胖子哥，带你了解最真实的新疆，追寻幸福的方向啊，一路的